我早上醒的时候啊，你和小恒还睡着呢，你们也是都这么大人了，睡觉也不知道关门。小恒啊，阿姨，你来看一下。 看啊，这个西红柿的皮啊，用开水烫一下，很容易就剥下来了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它生的啊，就很难弄干净，看到了吧？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人给我说这个。哪有父母舍得让孩子进厨房的？一个男孩子不懂这些也是正常的。现在啊，我倒是想让你多学会一些。 你多学会啦，小迪就可以少做一些。他的手啊，是学设计用的。我想让他少碰家务。知道了，阿姨。嗯，要不这黄瓜我来切吧，我想试试。好啊，我教你啊。好，来，你看，把手放在这儿啊。切的时候啊，用手指头挡住一点。 哎，你看，哎，我来。好，刚开始切的时候呀，慢慢来，多切几次就好了。慢点来，哎，对，慢慢来，慢慢切。小迪刚开始学的时候呀，那手指头差点切下来呢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切。你看你后面切的就比前面切的强多了。嗯，你这么聪明啊。 你妈妈一定很自豪，阿姨。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我是孤儿，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孩子，你受苦了。 有时候我挺羡慕小迪的，他能有这么好的妈妈。没关系，你以后跟小迪在一起吧，我就是你的妈妈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好。嗯。小迪啊，你干什么呢？ 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呀？真是的，多睡一会儿，我可以做饭的。妈年纪大了，觉少。那，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我早上醒的时候啊，你和小恒还睡着呢，你们也是都这么大人了，睡觉也不知道关门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。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……好了好了，小恒都给我解释过了，他呀有黑暗恐惧症。 昨天晚上呢，停电了，他因为害怕才叫你陪他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嗯，我发誓，我们俩真的是清白的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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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真的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行了，快去洗漱吧，要吃饭了。小恒今天呀，早饭帮了不少忙呢。好了，去吧。不是，我有话你说话呀，你解释一下。我都跟阿姨解释过了。你很不对，你肯定说什么话误导我妈了。 从我妈昨天来了以后，你就很不正常，非常不正常。我昨天才照顾都没跟你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看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跟小恒说话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小恒他也是我的儿子，你少欺负他啊。姑娘家家的，疯疯癫癫，像什么样子？不是，我疯，可以啊，这都母子了是吧？行，你可以，你很棒，你给我等着。